郑钧，字仲瑜，为汉朝一代清官，人称白衣尚书。少年的郑钧为了劝解受贿的哥哥，自己脱身为庸，以身作则的一片良苦用心，终使哥哥感悟至深，成就了哥哥一代廉吏的美名。君儿。啊，哥哥，您早点休息吧，明天还要工作呢。君儿，你怎么不回屋看书？点蜡烛会打扰哥哥休息，而且很费蜡油，哥挣钱不容易，我应该节省一些。可这光线……哥，您放心吧，我眼睛很好的。君儿，快看，哥给你买什么了？快看吧。哦，点心。不光点心，还有新衣裳、新文具，还有……哥，你怎么一下子买了这么多的好东西呢？哥现在有钱了。嗯，我知道，一定是哥哥工作努力，升职了吧？就算是吧，总之哥今后绝对能保君儿吃好穿好，咱哥俩过上好日子，再也不用受穷了。恭喜哥哥，你也吃吧。啊，你吃吧。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给你的，因为今天是你的生日。这么多年，哥一直都没给你过过像样的生日，今天……哥哥，你也最爱吃点心了，哥哥先吃吧。哥哥，这点心真甜呢，里面是桂花馅的呢。嗯，君儿，看你瘦小的样子，哥现在只是县衙的小吏，但今后哥哥一定会努力升官赚钱，让你……哥，我不在乎这些。今天我又长了一岁，我懂事了。我知道，只要我们兄弟俩和睦相处，快快乐乐的在一起，就是最大的幸福了。哥，就算家中节俭一点，也没什么关系的。啊，对了，哥还给你买了一份最重要的生日礼物，快看吧。生日礼物？圣哲箴言录。圣贤人的书，谢谢哥哥。我希望我们兄弟俩永远都这样。哎，哥，嗯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会有人来呀？我去看看。你在里面待着，别出声。哥哥看看是谁。嗯。啊？怎么是你？郑哥，深夜造访，打扰了。你比我年长，怎么管我叫大哥呀？郑哥。在下的生意还要靠郑大哥多多通融啊。哦，嗯，哥这是要收取贿赂吗？难道他……我啊啊不是说好了让你别出声吗？哥，你不能收取贿赂，做官要清廉的。你懂什么？这是送上门的银子，是改变生活的捷径，你明白吗？这样下去，咱们很快就能真正过上好日子。到时候，你要什么，哥哥就能给你买什么。哥，我不要好吃的好穿的。你小，想不到那么远。你不想要，哥哥想要。哥还要养你，供你读书，将来哥还要娶媳妇呢。可是机关之所事者在廉，圣贤人告诫我们的。哎呀，哎呀，君儿，这，哎呀，都是你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
哥哥，我可是你真的不能做这种糊涂事，你会害了自己的。哎呀，现在大官小官有哪个不是这样？这叫潜规则，懂吗？这个我还说什么兄友弟恭，专门在关键时刻拖我的后腿，大道理说得振振有词，其实你个小孩子懂什么？其实我明白你是为了这个家好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真后悔送你那本书。哥，从明天起我也要帮助家里挣钱。最近怎么总是回来这么晚？是不是放学后去贪玩了？没有，我放学后帮同窗补课来着。宝儿啊，把刚做好的点心给你哥哥送点去。哥哥一定是很想吃点心，我一定要努力挣钱给哥哥买。来喽。这段时间的工钱，继续努力吧。谢谢老板，我有钱了。郑大哥。哥哥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哥哥，都中午了，我放学了，正巧碰到哥哥。这位客官，您需要什么药？放学了就赶快回家。哥哥。老板，倒是快点上茶呀。哎，客官，马上。小茶童，怎么搞的？快点上茶。人呢？这太不像话了。快来上茶。对，茶社。小茶童，好你个小孩，竟然刚领了工资就撒欢跑了。老板，不是的，我还狡辩，明明是擅离职守，好吃懒做，白白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用再来了。哼，老板。
哥，给。你从哪儿来的钱买的？是我帮助同窗补课，他的父母感谢我的。哼，明明是他挣钱买的嘛。哥哥，我知道你最爱吃点心，今后我还能再给你。哼，就你挣的这点点心有什么用？你以为我就想吃这几块点心吗？哥哥，点心虽然不多，可是是用劳力换来的，是清白的。如果贪污受贿，是不义之财，会连累你的。哥哥，你不要总是换着花样来教训我，你还当我是兄长吗？以后我的事不用你管。贪污受贿是不义之财，会连累你的。臣不可以不正于君，故当不义，则正之。父母亲友有了过失，一定要劝谏。只是一味的听从，并不算是孝顺。子从父之令，可谓孝乎？事有正有，则身不离于令民，父有争。你在念叨什么呢？能不能小声点？我一定要坚持到底。哥哥一定会回心转意的。Thank you.
要下雨了，快搬呐！快搬！快快点！快点！更待何时？啊！郑哥，小子后来又失利了，怕万一被查出来。怎么，你不想赚大钱了吗？糟了，下雨了，是怎么回事？风咋越来越沉了？快点吧！啊，糟了，我的金牙！嘿、哎、嘿，这下赔大发了！郑大哥，郑大哥！怎么又是你？你这小孩！老板！碰见你我就倒霉！老板，老板，是我的伤，我不知道这里是货物。你，老板。就是什么事情？哥哥，站住！哥哥，不怪老板，原来是我误了他的茶桌休息地次，也是我弄坏了他的座位，是我不好，哥哥。你在说什么？哥怎么听不懂？什么老板？什么你误了他的生意？哥哥，静儿一直不想告诉哥哥，怕哥哥担心。其实这一年多，我都在到处做工。啊，做工？做工干什么？哥哥，这是我一年攒的钱。你给哥哥挣钱去了？你给哥哥挣钱做什么的去呢？哥哥，好吃好穿的可以用劳动去换来，可是为官犯了受贿的罪，都成了刑讯，可今天就完了。哥哥，那本圣贤书中说，既贵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财富是以道义取得，是贵人之之道。多藏不以厚亡，不以贫困而改节。我们不能为了一时的利益而毁了做人处事的道义呀、啊，哥哥。哎呀，小姑娘，你说的太有道理。我叫文学才艺精窍，还是会了一次啊。哥没想到你哥错了，是哥害了你。哥，您不要这样说，只要哥青年有为，我挨打是心甘情愿的。哥再也不做那种事，哥发誓。哥，在郑军的救场感动下，哥哥终于悔悟了，他退还了贿赂。茶社老板在明白了事情真相后，不仅替郑军治了伤，还给了他很多工钱。从此，哥哥再未受过丝毫贿赂，被百姓誉为清官。多年后，郑军为官，勤政爱民，恪守清廉，被皇帝赐予白衣尚书的终身荣誉。以身教者从，以言教者奉。郑军劝兄贵在有数，正是他的以身作则，最终使兄悔悟。正是兄弟间的友谊之情如此至诚，令人感佩万分。